嘻嘻嘻，嘿嘿嘿，哼哼哼哼。早安，乌光。早安，小莲姐姐。哎，今天看你边浇花边哼着歌，好像心情很不错哎。有遇到什么快乐的事情吗？嘿嘿，我才不告诉你呢。哎呦，乌光，你就不要装神秘了啦，赶快告诉我你今天为什么那样快乐啦。小莲姐姐，要我告诉你可以，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情啊。哼，每次都这样，动不动就要我答应你的事情。你希望我答应你什么事情啦？我想要你请我吃草莓蛋糕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那我要说了，昨天在学校的时候啊，新来了一位老师哦。新老师带了好多好多糖果给我们吃，说了好多好多故事给我们听啊。新老师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上课乖乖的话，会请我们吃蛋糕哦。我希望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可以吃到蛋糕。啊，想不到新老师对你们真好哎，还给你们糖果吃。但是，至于蛋糕的事情，可就没有办法确定咯。啊，为什么蛋糕的事情不能确定啊？五光，我来跟你说个明白吧。老师说，如果你们乖乖上课的话，才能够送蛋糕给你们吃。可是，如果你们在上课的时候不专心上课，而且又很吵的话，你想想看，老师会怎么做呢？我知道了。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吵，老师会对我们生气气，然后老师就不会请大家吃蛋糕了。五光，你说对了。不过呢，你也别想太多啦，因为只要大家上课乖乖的，老师就会请你们吃蛋糕啦。对哦，我要跟同学说，要他们上课的时候安静，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吃到蛋糕哦。嗯，乌光说的没错，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故事与你分享，你要听故事吗？耶，好棒啊！小莲姐姐要说故事了。在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张乖癌的人，曾经当过重阳县县令。有一次，一个官吏从存钱的库府中出来的时候，头巾中藏有一枚钱，被张乖癌发现了。经过他的盘问后，那个官吏承认是从库府中偷来的。于是张乖癌下令杖打他。官吏很不服气地说，偷一枚钱有什么了不起，却要杖打我呢？你打好了，反正你不敢杀我。张乖癌拿起笔来，并且宣判说，一天一枚钱，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钱，时间长了，绳子能锯断木头，水能滴穿石头。然后他取下宝剑，亲手杀死了这个官吏。之后，张乖癌上报台府，要求上级惩处自己。因为这件事情很有名，所以啊，当地的重阳人至今还传说着这件事呢。成语“滴水穿石”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，意思是说，长时间的滴水就可以将石头滴穿。后来，人们用其比喻，力量虽然细微，但积蓄长久之功，就可以成就大事哦。五光，你知道故事的意思吗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因为是小错而不去管它，因为会把小错变成大错哦。大家早安呐、啊！今天在远处看到你们快乐的聊天，我就想走过来跟你们聊一聊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哦，我们在聊关于乌光学校的事情啦。乌光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，人很和善，对乌光他们很好。新来的第一天还请他们吃糖果哦。而且新老师还说，如果他们上课乖乖的，那么
他还会请大家吃蛋糕呢。哦，那很好啊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讨论呢？雾光以为下一次上课可以吃到老师的蛋糕，但是我跟他说，除非他们上课乖乖的，否则就吃不到蛋糕了。哎呦，我没有想到事情是这么复杂呀。看雾光希望吃到蛋糕，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。雾光，你想要听师父说故事吗？师父要说故事了，我好高兴啊，又有故事可以听了。从前有一群住在山里的贼人，靠绑架勒索和贩卖人口为生。他们居住的那座山附近有个风景秀丽的小镇，因为环境好，小镇上住着不少从外地搬迁过来的富人。贼人们盯上这群富人，想从他们身上弄些钱过来。经过仔细的策划，他们觉得还是干老本行绑架比较熟练。可是贼人们又考虑到直接绑架大人的风险还是大了些，抓捕他们的时候可能会遭遇抵抗，万一其中有一两个是在少林寺学过艺的，搞不好得不偿失。于是他们就把目光转向这些人的孩子。贼人们在镇中埋伏了几天，趁着孩子们在外面游戏的时候迅速出手，一口气抓走了十几个孩子。贼人们把孩子们带回山上，然后把他们关在笼子里。然后贼人的头目对孩子们说，孩子们，现在我们的勒索信已经寄到你们父母那里了，等到他们送来赎金后，我就把你们卖到外地去。你们最好乖一点，到时候可以帮你们找个好人家。孩子们都吓得大哭。有一个胖胖的小孩问，大叔啊，你都收了我们父母的钱了，干嘛还要卖我们呢？贼人头目说，你们很笨啊，因为在绑架的过程中你们已经看到我的脸，我要是放你们回去，你们就会画了我的画像交给官衙，到时候官衙的人就会知道我的长相，那么我被抓的风险就会提高了。等贼人走远后，孩子们一起痛哭起来。胖小孩说，兄弟们，看来这些贼人是不讲道理的，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其他孩子们哭得更厉害了，他们说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只是小孩子呀。胖小孩观察了四周的笼子，只有关自己的笼子中间有一根铁条的间隔比较大，他用手拉拉铁条，非常坚固，完全拉不动。用头探探位置，居然可以把头伸出去，可是因为自己太胖了，身体就卡住了。胖小孩心中有了主意，但是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，只是吃晚饭的时候，伙伴们都吃了，他却倒在笼子里睡觉。整整一天过去了，胖小孩一点饭都不吃。最后啊，伙伴们都看不下去了，他们说，小胖啊，虽然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呀，能快乐的过一天算一天吧，你也别绝食啊。到了第二天，贼人头目都听说有个小孩子绝食的消息，他气得冲到笼子前说，小家伙，你不要闹脾气，你要是不好好吃饭，我可是会修理你的。不过胖小孩不理会他，依旧假装睡觉的样子。其实胖小孩早就计划好，
他挑了些热量不高的食物吃，来维持基本所需的体力。而且，为了不让贼人们太过关注，他趁着没有人看守的时候，把食物偷偷扔到隔壁的空笼子里。胖小孩一连饿了三天，又尝试了几次是否能逃出去，但是结果还是卡在肚子。胖小孩饿得头昏眼花，几次下来很想要放弃，可是他不停地告诉自己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能办到的。每到信心崩溃边缘时，他就拿一些减肥成功人士的例子来鼓励自己。到了第六天，夜深无人的时候，已经变成小瘦子的胖小孩成功地逃了出去。他趁着夜里逃回镇上，并且找到了父亲，找到了附近各地聚集过来的捕快们。他趁着夜色的掩护下，捕快们一举抓获了群贼，那些被关押的孩子们也被解救出来了。对于这个故事，你们有什么心得呢？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不要放弃希望，将周遭的机会当成是自己的工具，并且持续地去做它，那么一来希望也就会实现了。嗯，小林姐姐说的对，我觉得如果没有小胖那么认真地去完成希望，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小朋友们就没有办法逃出来了。还有啊，那些小朋友太胆小了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变身成宇宙超级无敌悟光小师父来跟坏人决斗。啊，悟光啊，看你说的那么有自信，真是服了你了。这故事的重点呢，就是指希望很重要。如果这世界上的人们心里都没有希望的存在，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无法进步了。像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撒下了菩提的种子，这就是佛教的未来与希望。所以希望乃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头。例如希望夜晚时能有盏灯来照亮周遭环境，就会有人发明了电灯。希望交通顺利，就会有人发明车辆来节省交通的时间。所以啊，有了希望后去持续进行它，相信不久之后就能实现喽。耶，师父说的对哦，如果每天上课时乖乖的，我们每天就有好多好多的蛋糕吃了。水中游，游来游去乐悠悠，乐悠悠，乐悠悠，水底世界热自由。到底还要念多久啊？我好想睡哦，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小木鱼啊，小木鱼，你说好不好呢？小木鱼，是你吗？我只是暂时眯一下下而已，你不要告诉我师父。悟光，悟光，谁？是谁？是谁在叫我？悟光，是我啦，是我在叫你。小木鱼，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我。可是
你怎么会说话呢？你又不是人。我虽然不是人类，但我可是我们木鱼界里最优秀的木鱼呢。真的吗？那你跟我一样，我可是我们师父心里最最优秀的小沙弥哦。哼，不可能，我才不相信。真的啦，不然你就问我师父。我不用问你师父也知道，我那么厉害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很简单啊，哪有最优秀的小沙弥？在念经的时候会一边念一边小眯一下下的啊。你不要跟我师父讲哦。小木鱼，我问你哦，我每天像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敲敲敲，你会不会痛啊？不会哦，我不但不会痛，我还会随着念佛的节奏越来越有精神呢。你骗人，那为什么我会睡着？呵呵呵呵，我知道，我都有看到哦。小声一点，这是秘密哦。嗯，小声一点，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哦。我光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小木鱼，我师父来了，记得不能说哦。哦，没有啊，是我在念佛的声音啦。像这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悟光，你确定刚刚是在念佛吗？我确定。小林姐姐，有没有木鱼的故事呢？我想听故事。嗯，跟木鱼有关的故事吗？嗯，我想想哦。啊，有了，就来听故事吧。好诶，耶，要听故事了。在佛经中有一个著名的渔夫儿的故事，说的是在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族里，有个孩子叫做伯居罗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生母就去世了，他的后母非常刻薄，经常虐待他。有一次，后母趁他的父亲不在家，把他扔进了河里。他呢，被一条大鱼给吞进了肚子里去。后来，这条大鱼被一个渔夫捕捞了上来，拿到市场中去售卖。恰好伯居罗的父亲买下了这条大鱼，他拿回家中准备烹煮。当他正要用刀剖鱼的时候，突然伯居罗在鱼腹中唱言：愿父安详，勿令伤儿。当下他的父亲赶紧轻轻剖开鱼腹，把他给救了出来。据说伯居罗后来历尽了种种的磨难，终于呢成为了释迦摩尼的弟子，享年160岁，成为世界长寿第一。哇，还好他的爸爸没有把鱼吃掉，不然就会把小孩吃掉了。可是这跟木鱼没有关系啊。我又还没讲完嘞。哼，你还想不想听嘛？想听想听。小林姐姐，你快说嘛，后来嘞？后来啊，这
个故事传到中国以后，就被演绎成了另一种版本啦。就是说啊，唐代高僧玄奘大师，他从西域取经回来时，途经蜀地，遇到一位长者到家中化斋，长者的小孩被后母陷害，给扔进了河里，然后他被一条大鱼给吃了。恰好那天玄奘大师偏偏想要吃鱼，长者呢只好出去买了一条大鱼回来。结果啊，在剖开鱼的时候，就从鱼的肚子中救出了自己的孩子。玄奘大师说，这正是此儿夙愿把持佛律中，不杀戒的因果报应。所以呢，虽被鱼吞，却得不死。长者就问说，那我该怎么样才能报答鱼的恩惠呢？玄奘大师告诉他说，这鱼为了救孩子而牺牲了，所以应该用木头雕刻成鱼的形状，把它悬于佛寺之中，每逢斋饭的时候要敲击，来报答大鱼的恩德。这就是中国佛寺中使用木鱼的由来了。这些传说都很有警示的意义，不过木鱼的真实意义还是应该依据百丈清规中所说的那样，相传云鱼昼夜常醒，科莫向行及之，所以谨昏堕也。什么啊，太难了，我听不懂。师父的意思是说，佛教僧众在诵经的时候为什么要敲打木鱼呢？原因啊，就是因为一切鱼类的眼睛都是整天睁开的，不会闭上。所以说，出家人在执持木鱼法器或聆听到木鱼的声响时，就会更加提起道心，督促自己摄心用功，为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而精进不懈努力行持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用这个意思来表示精进，不敢稍有懈怠的意思。这么解释你听懂了吗？小莲很聪明啊，你解释得很好。陆光，你要多跟姐姐学习了。原来鱼是不睡觉的，难怪你不会打瞌睡。陆光，师父在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有，我听到了。小莲姐姐，你那么聪明，那我来考你。你要考我吗？好啊，我接受挑战，请师父来当裁判咯。师父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咯。请问木鱼是佛教重要的法器，在古代它叫什么？哈哈，这很简单嘛，在古时候它叫做木鱼骨、鱼骨或者是鱼板都可以哦。师父，小莲姐姐答对了吗？答对了，小莲说的没错。还有啊，木鱼是鱼的形状，木质的法器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
凿个空洞吗？这是为了方便让它发出叩叩叩的声音。对嘛，木鱼敲起来都叩叩叩的，好像催眠曲，我才会不小心睡着了。那是因为你想偷懒，想要去睡觉。才不是呢，真的是不小心才睡着的。师父，我下次敲木鱼的时候，就把它改成咚吱咚吱，像这样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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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我就不会睡着的。小莲姐姐，一起来嘛！哼哼哼哼哼哼，哈，这的确很有创意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，不可以拿墨鱼来跳舞，小心佛祖打你的小屁股。师父告诉你们，有一句话说，墨鱼清气，震醒尘寰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敲墨鱼的时候，就是在强调节奏跟生理的呼吸合一，融入柔和和虔诚的情感，进入身心放松，静若止水的悟道心理状态。所以说，你只要跟着敲打的节奏专心念佛，就不会打瞌睡啦。哇，不用跳什么电音舞啦。知道了，以后我要学木鱼，念佛的时候要认真念佛，玩的时候也要认真玩。还在想着玩哦，哼，你哦。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深。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深。